你好，冯理事长，欢迎来到新加坡。澳门的这个食品厂商联合会总共带来了多少食品厂商到新加坡？我哋澳门厂商联合会咧系有17个企业，30几个人咧今次嚟参加呢个由新加坡食品厂商会主办嘅食品展销会嘅。当中有什么是特别想要介绍的吗？我哋今次嚟咧主要系介绍澳门地道嘅食品啦。大健康的產品有中成藥有個人護理，我們希望新加坡的朋友市民會接受的。澳門就現在是美食之都，有很多澳門地道的食品手信，同時葡萄牙人在澳門有成400多年的歷史了。我們一方面結合了我們廣東、澳門嶺南食物的特色和葡國食品的特點相結合，亦都有我們叫做澳門的土生葡人的特點，所以風味是比較特別的，希望新加坡的市民和朋友會喜歡。我们是来自澳门的英记饼家，现在呢我们带了很多不同的杏仁饼过来，这个是我们澳门的最好卖的爆品的一个杏仁饼，里面呢有12颗，还有呢就是我们用美国的杏仁来做的。我们的产品呢也拿了2023年的 Modern Selection 的金奖啊。我是第三代传人，然后是我爷爷开始的这个品牌。然后我们的黄牌就是那个虾子捞面，因为我们其实是一家餐厅来的，我们已经做了77年了。然后呢，我们一直都就在买这个虾子捞面。然后我在想啊，可以给就是旅客或者是客人，就是在店里面吃的好吃的，也可以买回家吃。是我们广东的口味。澳门万豪轩集团的一个产品是我们这个蝴蝶酥曲奇礼盒，这个蝴蝶酥是现在我们澳门最流行的一个手信产品，打造成整个都很有澳门旅行特色的伴手礼，可以带回家呢。